邓伦亲自为大家来制作不同口味的酸奶。你接下来就要干什么了？该添加灵魂了。添加灵魂了。邓伦亲自为大家来制作不同口味的酸奶。你接下来就要干什么了？该添加灵魂了。添加灵魂了。邓伦亲自为大家来制作不同口味的酸奶。你接下来就要干什么了？该添加灵魂了。添加灵魂了。邓伦亲自为大家来制作不同口味的酸奶。你接下来就要干什么了？该添加灵魂了。添加灵魂了。第一款孩子的苹果和胡萝卜，再加点蜂蜜和牛奶，榨汁杯定时启动，孩子元气满满一整天。第二款本仙女的柠檬、橙子、黄瓜，再来点忘情水，榨汁杯30秒搞定，美容养颜，越喝越年轻。最后老公的喝完赶紧干活去。年后像我这样吃，一周后老公都不认识。生黄瓜、熟鸡蛋、零脂油醋汁，均匀搅拌在一起，每天代替晚餐，坚持一星期，你会发现你的衣服都要换新的，老公都不认识了。年后像我这样吃，一周后老公都不认识。生黄瓜、熟鸡蛋、零脂油醋汁，均匀搅拌在一起，每天代替晚餐，坚持一星期，你会发现你的衣服都要换新的，老公都不认识了。Oh boy。小方块放入锅里，红枣、菊花、枸杞、冰糖，适量清水煮15分钟，捞出全部食材，30克白凉粉，搅和搅和，倒入容器放凉，就成了雪梨果冻。搅碎，倒入一杯椰奶，椰奶雪梨茶冻就做好了，适合春季肝火旺盛的宝宝。朝朝暮暮，让你猜想如何顺风。